Hello，評判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嘅參賽編號係1917，我叫做陳燕娜。我參加呢一個歌唱比賽嘅原因係我希望係我再努力，我為自己嘅夢想再努力努力多一次。如果唔係，我就真係要生仔啦。今年35歲啦，我媽咪好命做人阿媽噶啦。咁我13年前就參加過亞洲星光大道三，但係當時嘅成績真係麻麻地，去到12定13強，但係當時就淘汰咗，因為發揮啲即係當時太緊張，發揮得唔好。咁我希望可以學識去 enjoy 舞台，再努力多一次。今日唱咩歌？我係唱《陌生人》蔡健雅嘅。好。Thank you。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街头，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谁能把感慨不再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它又不转，记久了，我不能过了。剩下真心希望你能幸福，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剩下原谅你的残忍理由，当我了解不爱了，你係咪好中意孫燕姿嘅？啲唱腔有啲孫燕姿啊、蔡健雅啲扭音咧，就好有佢嗰啲影子。但好聽啊！孫燕姿唔知邊個啊？我知，但我唔係好聽好多嘢。即係唔係聽好多？天黑黑。係咯係咯，你唱國語歌有啲佢嗰啲影子，咁但係都有好多沙石嘅。但係你把聲好聽嘅，尤其是中音，中音啦。學識下控制咯，有時你轉聲嘅時候咯。控制一下，控制得好多少少，有啲緊張，唔緊要啊，加油 ！Thank you。